现在帮你的手要盖个章，那很自然就可以去这杯咖啡。好，现在要网络，
好，欢迎线下的朋友来到火信箱啊，那我们是范特西音乐团队，很开心今天在这么棒的天气能够在这边跟各位一边品尝着非常香醇的咖啡，一边听着浪漫的音乐，所以我们等一下全部都是音乐了，那我先下去了，谢谢。好，那很开心来到国姓乡，因为国姓乡也是我的故乡，我的外婆就住在北港村旁边，那边有个糯米桥，如果是外地来的朋友，等一下有空的话可以驱车从这边一直走右转上去，那边有个北港村，那边有个糯米桥，很棒，再往里面走有我们的惠孙林场，那里面有很棒的大自然的景观。好，那很开心在这个很棒的早晨跟朋友们来相会，所以我们今天也带来了很多歌曲，好，那跟范特西三位老师一起合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这个对于今天来说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叫做 Sunday Morning， 这是魔力红的一首歌曲。你等一下要把分数写在那个纸上面，要举牌好不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几分，只有十分哦，没有零分哦，好吧。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still sun covers Jason's skin. Hello, 亲爱的朋友。Can they shine in us and moments of getting for a twist my feet among the way I am. But this sun gets so crazy living like a hard to do. I went well with this sun going us andThank you.
谢谢，就是。Deepest Your Love， 希望大家会喜欢。Thank you.
好，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前来参加我们在2015年夏日风情好山好水好咖啡在我们国姓乡所举办的咖啡风情系列活动。那今天各位在我们这个走道上有看到很多的这个我们在地的农特产品，还有在地的咖啡哈。其实我们国姓乡的咖啡也是赫赫有名哦。今天大家来这边一定要好好的喝一杯，不用担心酒驾，因为我们喝的是咖啡哈。而且我们喝咖啡最棒的就是能够听到我们范特西乐团的音乐，尤其是像我们刚刚三位老师所带来很悠闲的这个音乐曲风，让朋友们在礼拜天的早晨也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哈。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很棒的景点，像是我们的糯米桥就在我阿嬷家旁边，等一下我还可以顺便去看一下我阿嬷。歌曲
大家能够悠闲在这边哦，品尝很棒的咖啡。那我觉得，音乐上的选择一定要带给大家比较轻松愉快，或者是像刚刚这样很悠扬的感觉哈、哦。那我们接下来就带来一首这个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那我非常的喜欢，叫做《老实情歌》。啊，除了悠闲之外，还带有一点点浪漫的气息，送给各位，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谢谢，这首歌叫《老实情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现场也莅临了很多我们各级的贵宾以及我们的长官，好，欢迎您，欢迎您加入我们接下来这个很棒的音乐时间。也非常开心今天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国庆乡来品尝我们最在地最自豪的咖啡。好，那当然我们很棒的除了咖啡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很棒的农特的产品。好，我们在刚刚我们在走到外面这边都可以看到。那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很棒的景点，像是糯米桥啊，再往里面走也有我们的
这个惠孙林场哈，里面有很多大自然的景观，大家可以在里面好好的享受一下，好这个周休二日很悠闲的时光。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邀请到我们很棒的一些艺人来做表演，我们有小吴宗宪以及小凤飞飞都会亲临现场来演唱很多很棒的歌曲，来带给大家欢乐。那我们今天在这个阶段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I'm Yours， 来轻快一下吧。好，非常欢乐的一个团体，有机会再跟各位好好介绍一下我们团员。谢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I'm Yours》。